到这个时候，把你过去生生世世修行的，通通合起来，算总分数啊！啊，你自己有啊，佛一定给你加一倍。啊，这一加一倍的时候，真的。 你本来没有到一心不乱，真的就到一心不乱了。啊，所以罗什大师翻小本弥陀经没犯错啊。罗什是用意义，玄奘是旨意，旨意梵文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是一心心念，一心心念容易。 我们今天讲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里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一心心念，这不是一心不乱，这一心心念，这是弥陀经原文。你有一心心念的功夫，临终的时候，本愿加倍，这佛光一照，你就变成一心不乱。 所以，罗什大师没犯错啊！啊，这个供养重要，供养里头，诸位要记住，法供养为最。